首先，你说。首先运行到它的起始位置，然后点起始位置，确定它起始位置点。但是注意一点是不能起始位置留空白留的太多，比如跑这块就是全白了，全白的话会对检测有影响，所以说需要最好就需要到它的边界处这块设置起始位置，这就变成30，然后终止位置也不能设得太远。如果照这块就是刚刚好，如果你移动范围多了的话，移动范围多的话，这会影响检测的效果，就是330。OK，这是终止位置，然后点开测试。这个就可以了。